炸打蛋翻面打蛋，直接就打，直接打补上那个口。补上那个口。上次这么补的人是你爸。那个补不可能翻。哟，我就这样就行了。一做漏就补蛋，一做漏就补那个面儿。哎，我们第二手准备吧，辣白菜五花肉炒一个呗，自力更生吧。靠他们是吃不上好东西的。 哎，怎么羊要吃肉啊？你那是不是有洋葱？有啊，他们爱吃洋葱。哦，那可能被那个味道吸引过来了。吃点肉。哎呀，不好了。哎呀，晚安，到早上吃个大肉片。嗯，好吃。 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来，上一勺，别太多啊！来，打个蛋，上酱，来。 这个像样，这个像样。哎呦，这个像，这个是对，可以。先给他们分。嗯，来，一人夹一截儿。这个吧，这个。哦，这个香味事儿啊，我就我拿这个。迪迪味出品。来，你们这个组合听起来就好健康。哎呦我，哎呀！刚才就是你，我和谁过呀？过来，谁呀？你谁呀？ 走开！你很过分，很过分，喝啥来了？这么好吃吗？关键我没吃着。你要切成七块，你切了六块。你再煎一个，再煎一个饼。怎么羊突然是他们的饭点到了吗？哇，来了这么多羊啊！ 你的对手来了，杨迪。啊！啰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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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good morning. Love you. 你把动作取消。啊，好。Love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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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岩其实蛮逗的。这俩完喽，这俩小羊羔。好无辜啊。嘿嘿嘿，都走了。小羊羔，让我摸摸你。吓得哭了。完了，妈妈在哪儿呢？快来接下孩子，走丢了。你把他吓得好惨，伟霆哥一来开始惨叫。快回去找妈妈吧。妈妈，他说妈妈，妈妈，妈，他叫得好。他被抱起来，主要找他，快去吧。他俩真的找不到他妈了。妈，你没有觉得那羊在骂你们吗？这是他妈。哎，这好像就是刚才喂奶那个，是不是？这他妈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那我们回去了。
真好。不叫了，你看看，跟着妈妈走了。恶趣味。是为了提升他们遇到坏人的时候的防护能力。对，万一是狼怎么办？还好是我们。把它关了。差不多了，它这有300多种动物，我们还没有好好逛一下。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动物。可以。走。走。请。Let's go。随便上就行了，是不是？随便上。哇，他们真是自由自在的。哇，这个羊驼好胖啊，脸是那种嘟成一坨的，没完没了的吃哈、啊、他们。这地上都没有草，感觉不知道在吃什么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大脚，这个你酿吧。哦，狼，会狼很狠哎。哦，哎，这狮子真是一对一对的睡啊。狮子和豹子在这玩呢。哦，旁边是豹子，你看那个花豹子。啊、嗯。熊熊驿站。熊熊看熊熊，看熊熊哎！哇，好多熊哎！哇，超级多哎！哇哇哇，那个熊站起来好高哦！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们这边的是棕熊。嗨！哇，它站起来有多高？站起来有2米2左右。他们有名字吗？有，这个站着比较高的就是熊大。熊大。那边的是熊二。熊二。下面是熊三、熊四。光头强。熊大。熊大。这边有苹果陪各位。走你。熊二，来。哦呦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这开始整活了，站起来招手，看到没？哎，你还你行啊，好可爱、啊。我们可以跟熊比赛，谁接得准，谁有这个能力，就是抛得着。我可以，你可以，你来跟熊。那我下去接。不是，那计时，看他吃几口，他吃几口。对啊，就是按同一时间看谁吃的多。计时30秒钟。30秒。我和熊大比吧。你和熊大比，好好好。我站的差不多远吧，我在这儿吧，差不多吧。准备好了，熊大 ，Are you ready？ OK。1、2、3，开始。好大、啊、这个我怕呛着你。啊！啊！门牙要打掉了。啊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哎哎，熊大，一个，我好好扔。好了，停。几个？18个。那他真输了。他多少？2个。都是我没接着的，你来一个。我来比一次。你也想比？换一个，熊二好棒。
OK, you ready? Come on. 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这，快！太高了，真不好接。你，真不好接。张彦齐，你来扔，快点。我从下往上给你抛，抛高的，差一点儿。好，一个。哎，差一点儿。我觉得你比熊还好看。哎呀！喂完了我。哎呀！你们真的得到了我的尊重。我们节目做到第二季怎么样？真的太拼，做到第二季是有原因的。我张嘴张的脑袋都疼了。但苹果你别说，挺好吃。